弟弟起来喽，姐姐起床喽，我们要吃早餐去机场喽。我要睡懒觉。Later。上车了。先吃一个蛋糕的飞机。弟弟在干嘛？一口装不下，那就再大口一点。是成了一只大花猫。喵喵喵喵喵。这个机场好大呀。好可爱啊！可以自己游吗？泰国啦！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弟弟。开车，我们终于到酒店了。这是我们今天住的酒店。有个户外泳池。